世界不遥远，慈悲爱相连，菩萨行者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。最重要是一心念佛。那什么是一心念佛呢？念一下：大悲心观心六道众生啊。我们前面摆了六个桌子，那六个桌子上面写的，念一下：为天道念佛，为阿修罗念佛，为所有人类念佛，为所有地狱道念佛，为所有恶鬼道念佛，为所有动物道念佛，为现世父母念佛，为往生父母、历代祖先、冤亲债主、流产胎儿，为往生牌位，为消灾牌位，以大悲心，以成佛的菩提心，以无我的空性，一心念佛。那这个是重点，念佛不是为了自己往生净土。如果你只想自己往生净土，那就不是大悲心。念佛是为了帮助其他众生脱离六道轮回，往生净土。那如果你会这样念佛，请问自己会不会往生净土？就会了。因为为别人、为众生，才是为自己。那各位要有这种健康的思想啊，所以学大乘佛教就是不要自私，自私为自己就不是大乘佛教。所以一心一意为别人、为众生，所以这个地方我刚刚看了叫菩提愿啊。这个菩提有三种菩提，第一种是各位知道叫阿罗汉菩提，他是为自己解脱了。第二种叫圆觉菩提，那是体悟生老病死而解脱的。那第三种才是我们要追求的，念一下佛菩提啊。我们念阿弥陀佛就是希望将来跟阿弥陀佛一样，能够有能力、有净土来帮助所有众生都到净土，最后成佛。
所以大家要发起这个大悲心、菩提心，以及念的时候完全放下自我的空性，以这个空性来念佛。那念佛的时候关心的对象是什么？念下来，所有马来人、所有印度人、所有华人、所有敌人啊，不能恨哦。你老公有小三，要为小三念佛。你说你念不下去，那你就没有慈悲心啊。你一定会为你的祖先念佛，很多妈妈会为你堕胎的小孩念佛。但是佛教讲的空就是平等，冤亲平等。如果你心中还有一个恨，不喜欢对方，那你就没有一心念佛。所以我们要念佛的时候，重点在于动机，而不在于哪一个佛号比较好，没有分的。药师佛、阿弥陀佛、释迦牟尼佛都是绝对平等的，绝对不会你念阿弥陀佛、释迦牟尼佛就跑出来嫉妒说你怎么不念我名字。没有一个佛会如此，但是人会如此啊。有时候一些人，我念阿弥陀佛，你怎么跟我念不一样？他不高兴啊。这个就是分别心，那就没有大悲心，这样就不圆满。所以我们现在大家来为六道众生，都是我们的爸爸妈妈。刚刚各位做了甘露施食，就是希望那些孤魂野鬼都能够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给他吃食物啊，给他药啊，给他一点点，甚至他有时候喜欢闻味道。刚刚各位在外面有烧东西，为什么要烧东西呢？因为鬼道是吸味道，吸的味道啊。你用一块豆腐，你用一块豆腐去摆拜大悲公，我讲福建话听得懂吗？啊，听说这边福州人，我不会讲福州话。你用一块豆腐去拜大悲公、拜祖先，那个豆腐都没味啊，吸掉啊，啊，所以那个豆腐就很快就臭掉了，啊，一块豆腐本来四个钟头、五个钟头才会臭掉。但是如果你用豆腐回去，你要试试看，用很香的豆腐给他拜土地公、拜周身，他们一个钟头他就臭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是吸味道的。所以我们拜拜一定要点香啊。只是现在的香都是化学的，没有食物在里面了，比较便宜。那真正的香是用最好的木，乃至最好的食物，还有一种是最好的药材。人会生病，鬼也会生病哦。我们的阿公他是得心脏病死的，如果他还在执着，他就还在痛，他就还在痛，他就不会超度。而且他回家来，在家里绕来绕去，然后阿公爱孙子，然后孙子就得心脏病啊。就像说有鬼附在你身上，鬼身上的痛苦就会跑到你身上去，这个叫冤亲债主啊。所以冤亲债主会影响你的身体，所以我们点香的时候要加一点药草。药草特别各位养成习惯，你胃痛，那你就跟中药店买一些中药的药草，然后呢点香的时候顺便加在上面，布施给这些胃痛的众生，包括附在你胃上面的冤亲债主。然后你给他药了，他就不用附在你胃上了啊。不然呢，他附在你那边你就会胃病，附在你的血管你就血管有病，附在你的腰上面你就会腰痛，这样啊。那所以我们做烟供目的呢，就是让他们吃到食物，拿到药。那对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修慈悲心啊，因为念佛千万不要孤照啊。我什么都不爱做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别跟我恭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。那这个人念佛就没有悲心，这不是大乘佛教，
二十是执着，我很执着这个法门，我很执着 Om Mani Padme Hum。如果一个人在念 Om Mani Padme Hum还要发脾气啊，他不知道在念什么，你干脆念我不生气，我不生气还快一点啊。所以各位要了解，念佛、持咒、诵经，它就要消除我们的贪嗔痴、欲望、生气啊、邪见、骄傲、嫉妒，就要把这些不好的烦恼消除掉啊。就像等一下我们要佛前做十供养，为什么要供养？消除贪心，我把最好最贵的拿来供养阿弥陀佛啊。为什么要拜？消除骄傲，我是拿都，拿都很骄傲，我是拿丁，我是美女，他就有一点骄傲。那这个骄傲他就会让自己没办法修行啊，因为你外表再漂亮啊，里面都是大便，对不对？把酒把晒，皮康我皮晒，你看我皮晒，东西晒。所以你拜拜，那就是消除对这个身体的骄傲，佛才是圆满的。没有成佛，你做皇帝也没什么好骄傲，因为做皇帝也会生老病死。所以阿弥陀佛以前就是做皇帝，看到了一个佛，哎呀，他才觉得做皇帝不怎么样，应该能够出家，将来成佛，能够普度众生，那才是真正的皇帝，帮助众生。所以地藏王菩萨过去做一个长者子，看到佛，哇，他也发起菩提心啊！我虽然是有钱人家的独生子，但是没有佛这么庄严，所以他要学佛。所以地藏王菩萨以前做个国王，所以看到老百姓在造坏事，现在的老百姓现在更坏，每个人会偷啊，会抢啊，会骗啊啊！所以那个时候地藏王菩萨另外一个国王就发愿，我赶快成佛，帮助所有的众生。那地藏王菩萨那时候做国王说，我要最后一个成佛，让所有的众生人类都不要再造恶业，都能够离苦，我才要成佛。所以做一个世间的皇帝有钱人不要骄傲，因为有钱只是你有钱，又不是你让别人有钱，你让大家都有钱脱离贫穷，那才叫有钱人啊！慈悲才是有钱人。如果你自己很有钱，然后呢隔壁还住一个穷人，那你就是你要觉得你很丢脸，为什么我隔壁人那么穷啊？你不知道你住你隔壁的就是你过去世的爸爸，不然怎么会住你隔壁呢？没有语言怎么会住你隔壁住了几十年了？结果你家这么有钱，隔壁这么穷，请问你惭不惭愧？那你门口还挂个阿弥陀佛，人家笑你啊！你一定要让别人有钱快乐，那你才会快乐，这才叫阿弥陀佛啊！救苦救难。所以我想为了要带大家念佛，我讲那么多，因为佛教的任何法门没有高没有低，你的动机才是最重要。如果你的动机是慈悲的，那就是大乘佛教；如果你的动机啊，我心情不好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那不是大乘佛教啊，因为你只是为了自己在念佛，所以一切为自己自私的，都会造成痛苦；一切为别人不自私的，所做的功德完全100%要回向给众生，那这才叫大乘佛教。所以各位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想着众生，而不想着自己啊！你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，你要观想所有华人、所有人类、所有蟑螂蚂蚁都变阿弥陀佛，你所在的世界都变极乐世界。而且念阿弥陀佛，各位要注意哦，为什么我们佛堂摆了这么多佛像？这么多佛像是告诉我们，当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，每一尊佛像都变阿弥陀佛，也在念。每一个人都变阿弥陀佛，也在念，所以所有众生都变阿弥陀佛，而且所有佛都变阿弥陀佛。就像你在诵地藏经，你要这样想，当你在诵地藏经的时候，所有的佛像佛菩萨都变成地藏王菩萨，
这样呢，等于有百千万亿的阿弥陀佛在念佛，百千万亿的地藏王菩萨在念地藏经。那这么多佛菩萨在念佛诵经，目的呢，不是加持你一个，哎，我得癌症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赶紧好，赶紧好，啊，那这样很自私，反而没力量。是透过你在念阿弥陀佛，百千万亿佛菩萨都变阿弥陀佛，透过你的心，那把这个光就照到，再念一次，地狱道、恶鬼道、动物道，所有六道众生都变成阿弥陀佛，所以等于佛光都在照他们。所以等一下我们也要做十供养，做十供养不是说哦我在供养，不能有那个我。佛教里面就要把这个我消除掉，这个我，我执是所有生命的敌人，所以你要把这个我完全的净化掉，完全融入于众生，融入于阿弥陀佛，这个叫空性。那《金刚经》一直告诉我们要空，不能有我啊！现在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嗯，我声音蛮好听，我念大声一点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对啊，全部人都听我在念阿弥陀佛。所以有时候我去助念，我看一两位菩萨念那么大声，我都问他，你到底在念给谁听啊？他念给往生者听，不是表现你的声音好不好听啊？干脆各位做海清还去做腰身好了，做海清还去定做腰身，这样穿起来比较苗条，那就不用穿海清了啊。所以我们穿海清就是要把自己的外表身材消除掉，没有啊，所以你晚上穿海青去走走看，啊，叫你是鬼，就是要就是没有外表，没有身材，啊，忘了自己的身材、外表、几岁，忘了自己是有钱人、没钱人。这个海青的意思代表惭愧，没有我，只有阿弥陀佛，只有众生，要学习这个行为，这叫惭愧衣吧，啊，也叫忍辱衣。当我们穿海青曼衣戴念珠，就代表不能生气呢。你不要拿着念珠去打麻将呢，啊，带着念珠跟老公吵架，那你还戴念珠？念珠是代表手铐，手铐扣起来，不准骂人，不能生气。当你戴念珠讲电话的时候，你要小心看着念珠。哇，我在念阿弥陀佛，怎么可以骂人呢？怎么可以？我跟你讲哦，给别的人就拜就拜哦，讲是非。啊，那你带念珠干嘛？人家说，哎呀，不好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多菩萨很喜欢穿个南无阿弥陀佛，哦，我是某某道场。你穿这个你要小心啊！啊，有时候脸都不笑了，嘿嘿嘿，啊，师父来了，很凶啊。那你就忘了你穿这个衣服在干嘛？所以我想各位，就像我们出家人，每次都摸个头，代表破除骄傲。哎呀，我出家了，我不能看女人，我不能爱钱，我不能骄傲，啊，我要保持精进，就这个意思。穿这个衣服，我不能贪心，啊，我不能一点点贪心，我想的是慈悲帮助众生。好，所以我想，为了要念佛，为了要诵经，我讲一个正确的动机最重要。所以刚刚各位已经开始以慈悲做了甘露施食、药师烟供啊，而且等一下要做大供养。但是我们现在来念佛，不要光想自己，想着至少先想着马来西亚境内所有战争死亡的、意外死亡的。所以我很喜欢去跑坟墓区、屠宰场，所以也希望这个净宗菩提院的菩萨，每个人认养一个屠宰场，每个人认养一个坟墓区。你要一直念，就像你认养祖先，你每天都会回向给祖先，因为祖先是你报恩的对象。但是对祖先还不是大乘佛教，那只是一种孝顺、人天福报这样而已。你要认为说啊，这个曼荣地区啊，所有的往生者、生病的人都是我念佛的对象，怕自己能力不够，所以我们到佛堂来，大家一起念，写了这么多红色的牌位，所有医院、所有老人院、所有孤儿，还有现在北韩，还有为了发展核武战争，老百姓过得很苦啊，对不对？
叙利亚刚打完战啊，那死了很多人，非洲很多可怜的人没有饭吃，也门伊索皮亚，所以各位要多注意这个，赶快给他寄钱，就算钱寄不过去，我们就一直帮他修福报啊，愿所有种田的人，那每个人都，什么叫悲心，念一下，生命的责任，生命的承担，这叫悲心。我想你儿子生病，你一定很想替他生病，你爸爸妈妈生病，你心里就好苦，因为这个叫悲心。悲心会让你的心感动啊，承担痛苦。那如果你念阿弥陀佛只是为了自己快快乐乐，那没意思啊！念阿弥陀佛是要承担对方的痛苦，所以各位要时时刻刻想着他的苦放在你心上，把众生的痛苦放在你心上，这才叫大悲心念佛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轮回受苦，观音菩萨心里就很苦，所以观音菩萨就是要去听，去感受众生的痛苦，所以他叫观音菩萨。所以我们很喜欢观音菩萨，那各位要以观音菩萨的心来念佛，以地藏王菩萨的悲愿来念佛。那我想不分哪一尊佛，不分哪一个佛像，乃至哪一部经典咒语啊，没有哪一个高哪一个低，也千万不要说我是念佛的我不念咒，你讲这句话就是毁谤佛教，会下地狱的啊。你也千万不要说我只念这部经那个经我不念，那你就是毁谤佛教。我曾经到美国有一个菩萨说，师父我们来这个道场只能念无量寿经，他叫我们不要念药师经。哇，我说谁敢讲这句话啊，讲这句话就是毁谤三宝，你把全地球的人都杀掉了，那个恶业很大，还不如你讲一句话毁谤三宝一句话，那你要下百千万次的无间地狱，永远上不来。所以各位千万不要，我喜欢念佛就批评人家啊，我喜欢打坐就说念佛不好，我喜欢禅宗说念佛不好，我喜欢念佛说持咒不好，说密宗不好。我发觉很多人华人喜欢随便批评人家密宗不好，南传佛教不好，禅宗不好，这些都会让我们下地狱的，这一点千万记住啊，因为没有一个佛会这么说的。所以每一个佛讲他的经典，你跟他有缘，他为了让你有信心说这个部经典是最好的啊，但是呢他不会去毁谤。所以十方诸佛都赞叹阿弥陀佛，但是我们念佛的人怎么没有赞叹十方诸佛？那这一点各位一定要抓到要点，不然你就不会成佛。成佛要万德庄严，你要万行无亏，什么你都要会，什么好事你都要做，什么法门你都要学。你千万不要说啊，这个是密宗的我不要学，这个我不需要学，只要帮助众生的方法都是佛法，记住，帮助众生的方法，一切善良的方法都是佛法。所以我们也要帮助任何天主基督教，就像各位你身在马来西亚，马来西亚人都像我们妈妈一样，马来西亚的回教也是像我们爸爸一样，我们希望不分他是任何宗教，他们都可以达到他们所想要的快乐，但是内心里面不能有一点点排斥对方，特别男人。我现在问一下马来西亚政府好不好，很多人给我摇头，你们不讲话不讲话，代表你不爱你的国家，你不爱你的国家。所以那观音菩萨说这个世间都是不好的灾难我才不来，那就不叫观音菩萨。观音菩萨就是那个地方不好不圆满，有痛苦的地方才有观音菩萨，有苦难的地方就必须要慈悲。千万不要以佛法的这个尺度然后去量这个世界而去骂这个世界，这个五浊恶世没有一点好。就像各位你三天不洗澡你试试看好了，你干脆骂自己好了。但是我们要好好的爱护利用这个身体来修行的，而不是骂这个身体把自己自杀了这样。所以千万不要去骂政府请问各位你老公对你好不好，
好耶，还带一个帮我助念，带一个小三，还帮我生一个儿子，这个叫念佛。念佛你就没有嗔恨心，因为你老公所带来的小三是你过去的妈妈，生的儿子是你过去的爸爸，真是如此。就像你刚刚看地藏经，地藏菩萨的妈妈，因为地藏菩萨帮他做了很多功德，他妈妈才可以投胎在他家悲女的小孩子，悲女的小孩子就是他的妈妈啊。一般是看不起工人的小孩子，但是就是地藏王菩萨的妈妈，一开口就说就哭啊，我是你妈这样。所以各位，这一点你一定要100%的相信啊，100%的相信。跟你有缘的，你最恨的都是你最爱的，你最恨的都是你最爱的人，你最爱的本来就是你最恨的，因为你欠他债，你欠他债，所以你必须爱他爱的要死，然后苦的要死。所以各位，这个冤亲平等，这叫你有空性。什么叫空性？念一下，一切平等叫空性。空性不是没有，花等于麦克风，麦克风等于音响，快乐等于生病，黑白天等于晚上，没有分了，叫空性。空就是一切平等，白不能离开黑，离开黑暗哪有光呢？没有了啊！离开痛苦哪有快乐呢？离开病人就不需要医生呢，离开众生就不需要成佛啊。所以要我们心佛众生无有分别，所以念佛五浊恶世要变成极乐世界，那叫念佛。坏人要变成阿弥陀佛，这个人伤害我，一直伤害，所以我一直念佛，把它念成他变阿弥陀佛，这样了解吗？你不要阿弥陀佛，你给戏了，阿弥陀佛，你下地狱了，那你还念佛，你在念地狱，结果谁下地狱？你下地狱，因为你心里恨对方，你下地狱。所以各位要了解念佛的目的啊！现在有人拿刀子要砍你，你赶快念佛或念观音菩萨，刀子就砍不到你。那个坏人会变好人，观音菩萨这么说：所有的痛苦、所有的灾难、所有的伤害你，你赶快念佛，你赶快念大悲观音菩萨，慈悲就会转化一切。但是如果你不慈悲，然后对方就来杀你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要成佛，被魔王攻击，那释迦牟尼佛干嘛？念慈悲心，念他累劫累世所修的慈悲心，所以那些魔所杀他的武器都变成莲花，魔就伤害不了佛陀。所以释迦牟尼佛成佛，为了度外道，跑到一个龙洞，那个龙已经吐火杀死多少人，那佛陀为了度那个外道，我要去那边睡觉。外道说：你敢去吗？里面有龙。没有问题啦，拿一颗水果。这个外道想啊，完蛋了，这个人又要死了，我叫他不要去。结果佛陀为了度那些外道，那个外道叫频婆迦罗迦摄，释迦牟尼佛刚成佛，度了三个迦摄兄弟，他大兄弟有500个弟子，二兄弟有250，三兄弟有250，这就是释迦牟尼佛初转法轮度了1000个外道，变成阿罗汉，在竹林精舍。所以佛陀为了要度他，拿一颗苹果进入那个毒龙洞，然后一般人都会怕，但是佛陀用悲心，一直想到这一只毒龙好可怜，以他累世修慈悲心功德回向给他，所以这个毒龙的火怎么吐都伤害不了他。念下来，慈悲是最好的保护，记住啊！现在有人要告你，有人要侵占你的财产，你不能生气哦，你赶快一直修慈悲心，对他慈悲，他就不会伤害你。佛陀告诉我们，爱才可以消除恨，恨不能消除恨，血不能把血洗干净，唯有干净的水才可以把血洗干净，这是永恒的真理。所以你不能去恨对方，所以佛陀用慈悲心，那只毒龙吐火，吐到没火了，又看到佛陀脸这么庄严，就依偎在佛陀的身边。隔天早上，那个频婆迦罗外道想说啊，可怜的大比丘死了，结果佛陀拿个钵，那龙变成小蛇躺在里面了。哎呀，这个时候优罗频罗迦摄跪在那边，你才是我的老师啊，我带着500个弟子拜你啊。结果他两个弟弟也舍弃
这个外道的修行，跟随佛陀出家，这样呢带了一千个。那宾婆沙罗王本来是拜这个三迦叶兄弟的啊，那我师父怎么跟着佛陀来了？到底是谁是谁师父？结果三迦叶兄弟看到宾婆沙罗王，故意再拜佛陀一次啊。宾婆沙罗王才知道，连我的国师都拜释迦牟尼了，我也来拜。所以宾婆沙罗王才会皈依佛陀，然后盖了竹林精舍供养佛陀。所以各位，那佛陀为什么可以得到这么大的护持，而让这么多人成为佛教徒呢？念一下，因为慈悲。所以各位点，这一点一定要记住，我们修菩萨道就是不能生气，不能抱怨啊，这个人骗你钱，哎呀，因为我过去欠他债啊，我惭愧啊，阿弥陀佛啊，这个人抢走你的老公，骗你的太太啊，阿弥陀佛，我过去欠他感情债啊。那你得癌症的时候，你要忏悔。哎呀，我过去大概杀生吃肉太多了，所以我现在有冤亲债主。你千万不要念佛，念佛回向给他，你赶快走，你赶快走，他恨死你，你叫我走。很多妈妈说：“师父，我堕胎两个，我每次参加法会都写牌位，他怎么还附在我身上？”啊，如果你有堕胎小孩，等一下中午多登记。你的妇女病一定不会好，有时候你会腰痛，有时候你会头痛，代表你堕胎的小孩还没超度。我有血牌位啊，因为你没有惭愧心，你想要把他赶走，这样啊，啊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你赶快走，这样，然后手里抱着小 baby， 你赶快走，我爱这个，我讨厌你，你让我生病，请问这小孩子恨不恨你啊？他恨你的时候，就跑到你脊椎骨里面去。所以你不能有恨，你要用一个真正的惭愧心。好，大家跟我念，保持我刚刚讲的平等心、大悲心、愿成佛、愿向阿弥陀佛成佛的菩提心、无我的专心的念佛，这个叫空性啊。当你在念佛、诵经、打坐，脚什么酸、什么痛，你都不要管它，这个叫平等。酸等于痛，痛等于酸。不酸等于痛，反正你要平等，你不能说不酸很舒服，酸不舒服，那就不平等啊。好，再念下来，升起大悲心，发起菩提心，安住无我空性，一心念佛，普度六道众生，父母祖先，冤亲债主，今日所做功德融入念佛，因为念佛以念佛为正行，以种种的善根为助行，放生啊、点灯啊、施食啊、持戒啊，这样合起来我们才能够品味高深，而且喂他们啊，希望你的祖先从天道变成到净土，由下品变中品，由中品变上品，就一直一直一直啊，包括堕胎胎儿，各位你也不用特别问，我祖先超度了吗？堕胎超度了吗？你只要很努力，他就会一直越来越好，你会有感应啊。将来念佛，来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南无大势至菩萨。一心观想西方极乐世界净土庄严佛陀慈悲啊！你要观想福田，各位要练习读阿弥陀经，要观想极乐世界，读观无量寿经要观想西方三圣，这样这么庄严，读无量寿经要学阿弥陀佛的悲愿啊，然后呢这样去观修，所以能够观想西方极乐世界，观想阿弥陀佛，那平常多消业障，累积功德，然后呢不离开菩提心，所做的功德回向发愿六道众生，不是自己往生净土啊，不能一直强调这个，回向六道众生父母祖先往生净土，那你自己才会上品往生。第二叫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，要发这样的心。所以大家念一下，南无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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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好，看到爸爸妈妈以对爸爸妈妈的这种感动承担来对待六道众生，观想所有六道众生都坐在莲花上，就像整个地球下面有一个极乐世界的莲花捧着所有地球六道，我们用这个围起来都像一个莲花桌子，大莲花载着六道众生，把我们的堕胎胎儿往生父母祖先往生净土，念回向偈，自己要发愿，念佛最主要是要愿，相信我要愿，愿生西方。所以我们现在念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，各位要想哦，要想啊，观想，哇哇哇，他们都坐在莲花，九品莲花，四色莲花，按照他们的功德啊，所以孝顺父母的下品，守戒律的中品，发菩提心的上品，九品莲花为父母，花开见佛悟无生。所以到了净土看到阿弥陀佛，各个开悟了，然后呢不退菩萨为伴侣，带着他们发菩提心啊，带着他们参访十方诸佛，和大家念这个回向偈。如果不会念33页，如果你不会念台梵，你会念，最好这四句话要背起来哦，而且每天观想啊，修学佛法不能光嘴巴念，要心，用心来念啊，你要真心的去观想极乐世界的庄严，带着众生劝进行者，带着众生所有的狗跟我来往生净土，他们就变阿弥陀佛，所有被杀的牛跟我来往生净土。所以你在念的时候看到爸爸妈妈在微笑放光，祖先，然后呢所有众生都在祖先的后面啊，父母为首，六道众生都一起坐在莲花往生净土。好，希望大家经常这样子来念佛，以大悲心菩提心跟众生结合在一起的空性来念阿弥陀佛。既然我们愿意念佛，就要要求自己上品往生，你唯有你发菩提心，你的父母祖先才可以得到发菩提心上品往生的功德。如果你自己只有一个为追求人天福报那下品往生，那你的祖先也不可能中品上品往生。所以为了对方，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的精进发心，那我们才能够帮助更多的人。所以当然念佛也不是干燥的念佛，一个人发愿要往生净土，还有第二个很重要的，念下来累积功德，消除业障啊，你每天都要记得这个，每天广修功德，去老人院，去孤儿院，去放生，去帮助别人，去共生共袈裟，做好事累积功德。第二个呢，消除业障，那各位要多念往生咒，然后多拜佛消业障。如果你业障没有消除，哎呦，那边痛那边痛，会障碍你修行的啊，儿子不孝顺你气得半死啊，不好修行啊啊，所以那你一定要多累积功德啊，累积功德消除业障。第三个呢，念一下发菩提心啊，记得了，大乘佛教就是念佛为了成佛，一定要记住啊，我们生命活着的目标是为了成佛，人生难得啊。如果把生命拿来只天天谈恋爱啊，赚钱买房子啊，这些带不走的，带不走的啊！现在年轻人听好，还没结婚呢，不要结婚了，马来西亚最缺出家人了。那佛堂那么多，那很少出家人了，很奇怪啊。还有我们在外国的跑来晃来晃去啊，啊！所以为什么？因为没有人要出家，个个要出嫁，个个要看美女在哪里的啊。个个要去谈恋爱，那你说嘴巴念佛，然后心里要谈恋爱，这样，所以就代表没有出离心，也没有菩提心，那这样你永远下品往生而已，下品。所以为什么第三句话叫花开见佛悟无生？希望大家都早一点花开了，业障消除了，看到阿弥陀佛了，阿弥陀佛给你教化正的空性了，你看。啊，如果没有佛给你教化，像我在这边讲了老半天，你也不理我。吃肉人不要吃，不要吃肉，吃素好不好？嗯，你不听，
因为我没有佛的力量，所以啊，你讲你的啦，我吃我的啦。啊，我觉得肉那么好吃，叫我不要，你再讲我就不听了，走了。啊，所以为什么？因为所以你一定要花开见佛，你才会听。哎，不要谈恋爱了 ，OK。啊，卖爱睡啊，好好好好，剃光头哦，不然唯有阿弥陀佛跟你讲，因为你业障消除了。业障消除了，阿弥陀佛，你才会好。我不要贪嗔痴了，我不要执着了。所以我想各位一定要把自己、把生命、把心完全的交给阿弥陀佛，好不好啊？你没有的，好。就像女孩子，爸爸妈妈，我爱你，但是我要跟我老公走，他走了。你不是爱我吗？跑了。砍手，砍手，叫人安砍去了。他不要爸爸妈妈了，所以那个时候他觉得爱情比孝顺还重要啊，啊，所以我有结过婚，但是我很感动，我过去那个太太，她有一次哭啊哭啊哭很久，我说你在哭什么呢？她说我想跟你结婚。哦呦，我听到心脏会痛啊，哎呦，结婚很痛苦的事情呢，但是我很怕你不娶我啊。我说为什么？因为我希望他，希望他跟他妈妈住在一起，都不要分开啊，因为他妈妈是他的养母。我就是这样被感动了，了解吗？哇，哪有女孩子这么孝顺呢？啊，哇，这个好，养女还这么孝顺，哇，我没有一个爱情的看法，因为我只觉得道德最重要。那些来麻烦就轮到我了，那我回去怎么跟我妈说呢？啊，说你媳妇不跟你住一起啊，要我去住那边，我红揪起啊呢，我等于入赘了一样，啊！但是我跟我妈妈解释，我妈妈，哎，我妈这个很合理。哎呦，对方那么可怜啊，因为我那个丈母娘被他的儿子打，从二楼打到一楼，啊，很可怜。所以因为他跟他妈妈要钱嘛，要赌博嘛，他妈妈就跑。后来有一次他妈妈亲自来找我说他现在没地方住了，因为他儿子要打，我赶快安排地方给他住。然后他妈妈说你赶快娶我女儿啊，我要跟你住在一起。我就这样好决定结婚啊。所以后来我才知道我那个丈母娘做过我好几次妈妈，原来如此。然后后来结婚以后才知道，哇，他家有钱到极点啊，我都没谈啊。所以我就这样怎么赚都没用，怎么赚也比他家啊赚不赢他，也因为太有钱，所以我出家了啊。因为有钱很痛苦，没有用啊，所以人没有钱还会努力努力努力，然后有钱以后很孤单很痛苦，因为钱解决不了问题。因为我在最有钱的时候，我的妈妈得癌症，那我的儿子也在开刀，什么耳朵发炎开刀，我儿子在那个医院，我妈妈在医院，这个癌症，我两边跑来跑去，那时候我才会开悟啊。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钱没有用，我跪在地上念地藏经，然后我终于了解佛教的真正的意思。因为做生意没有把一部地藏经看完过了，没时间。那一次跪在地上然后诵地藏经，因为我妈妈正在痛，慢慢念慢慢念，而且了解里面的意思。哇，我觉得地藏王菩萨好伟大，为了帮我妈妈，我应该学地藏王菩萨发愿修行出家，希望我妈妈不要痛了，不要痛。结果我发了这个愿，隔天早上我妈妈就不痛了，不痛她就要求要出院了。结果出院以后医生说没办法，就先回去观察吧，看怎么样啊。结果我妈妈第三天还跑到大医院最出名的医院再检查，那个医生说这个没事啊，这个发炎啊，没事了。哎呀，我妈妈回来很高兴，拉着我的手，阿香啊阿香，我的书名叫阿香阿香，你替妈妈发什么愿，你一定要去做哦。因为她知道我孝顺，她痛我就吃素了。人家告诉我，哎，夹菜夹菜，医务好，我就吃素了。我也不了解佛法，那读了《地藏经》，我终于了解了。所以我跟我妈说，有我有发愿，你发什么愿？出家了，出家。啊，我妈妈哭啊，一直哭啊，你们当出家啊。啊！我跟我妈妈说：“妈妈，没有你，我就看不懂《地藏经》哎。”所以我现在很想出家，也不是单纯为了你，因为我已经了解了。
妈妈你很苦生病啊，家里有钱生病，我丈母娘也很苦啊，这么有钱被儿子要追啊要打啊，我也很苦，生了一个小孩更苦，爱他爱得半死，不知道怎么办，晚上没看到他都不行啊，我也很苦啊，妈妈这个世界爱也苦不爱也苦，有钱也苦没钱也苦，健康也苦生病也苦，当你躺在那边，我在医院那边，我这么健康跪在地上，我觉得我健康没有用，我帮不了我的妈妈，而且医院这么多人在受病苦，我们在忙着赚钱，哎呀，我觉得这个很自私啊，人家地藏王菩萨啊，把自己奉献给众生，众生度尽乃至下地狱度众生，太伟大了啊！我不好意思说妈妈谢谢你生病的啊，你不生病我就不会了解佛法了，所以我已经找到我自己了，我你放心好了，我出家一定不会痛苦的，我就是想要出家，不出家我才痛苦啊，所以我那时候没办法上班了，没办法赚钱了，所以整天像行尸走肉一样的痛苦，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如果不去慈悲，活在这个世界没有意思了啊！当然我要出家，我太太天天哭啊，那我跟你出家，那我说还要出家，小孩子一起带来就开一个家，那还要什么出家啊？不管不管，不然我要死，哇，这下不知道怎么办，我连出家都很苦嘞，太太哭啊，全世界只有一个人支持我出家，就是我儿子，他妈妈把他打了半死，他还是要我出家，所以很苦的。我要离家的时候，我儿子被他妈妈用一夹子啪啪啪一直打，然后我心脏快裂开了。但是我小孩子又不哭，因为他忍，他知道一哭我就会心软掉，他知道一哭他妈妈就得逞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就这样走出去，啊，我心里很痛啊。那我知道小孩子也很痛，但是他为了成就我出家啊，他忍了痛，所以这一点各位最难的这个了，放不下放不下啊！我认为做妈妈最困难，很多我们那边很多女孩子出家来出家，老公放得下歪差比，儿女放不下，人家结婚你也要管，有钱没他快死人，老比求你快死了，师父我这个银行账簿啊，什么事供养寺庙没有了，交给我儿子啊，会花给啊，他的钱要交给他儿子，他儿子一来问说我妈妈有没有留什么存款了、啊、这就是修看这啊，所以各位放下最困难，往生极乐世界最困难就是出离心，阿弥陀佛没有问题，但是放不下就最大的问题啊，所以我出家那个时候对我来讲很苦，因为我想到我儿子我就会很痛苦啊，哭啊，很想偷偷跑回去，他我在南部出家，后来我到南部，我有时候经过北部我都站在十字路口偷看他有没有看到我儿子的，看到我太太我赶快跑，我就要看我儿子看一眼也好啊，那个时候这个要挣扎一两年的，虽然出家了，后来我师父都知道我这样，所以我师父就叫我说你去多去孤儿院老人院去照顾那些小孩子，小孩子就把我对我儿子的执着啊慢慢放下，虽然我外表出家了啦，但是我的心就会想着我儿子，但是我想我儿子我那时候更惭愧，为什么？我之前有堕胎一个小孩子不是跟我太太的，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对我儿子这么好，对往生的儿子就不好，没有想过他啊，所以我现在发愿了，所以各位等一下有堕胎胎儿包括你妈妈写一写，这里面有1600个小孩子，1600万的小孩子的名字我永远都带着，包括我两个弟弟包括我的儿子这样啊，都在里面，但是我永远都带着，你去执着要变成慈悲吗？啊，我对我活的儿子这么执着，那我对我死亡的小孩子堕胎的不慈悲，所以我知道我错了啊，所以我就很努力的，所以佛陀说很好，你去慈悲众生就是断除你的执着，断除你的烦恼最好的方法，所以大乘佛教要我们帮助众生最先，你去帮助众生你就很快证得空性，无我的空性，如果你纯粹在那边打坐一直消除自己的烦恼，你反而不容易证得空性，
最多证得阿罗汉的空性，而不是一种大悲心的空性。好，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僧三宝，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，达到无我的空性，达到慈悲利益众生，更要随时收看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就是护持三宝。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大家好，我是防疫医师严家贤。如果您与 COVID-19 确诊个案曾有密切接触，请先留在家中自我隔离，等候卫生单位通知。除非有立即就医需求，请不要离开住所。在家中请单独一人一室，避免与其他同住者接触或共用卫浴，请佩戴口罩和注意手部卫生，并使用稀释后的漂白水或酒精清洁经常触摸的物体表面。如果您不是需居家隔离之密切接触者，请自我健康监测14天，若出现以下症状，请联系119卫生局或1922，依指示就医或筛检，禁止搭乘大众运输工具，并请主动告知可能的接触史。指挥中心关心您。城市山林岸，爱的月守护有清晨。高山铁索铁瓦铁山若一座，高端铁网爱变成莲花儿为宝吉祥。地狱解脱而难成正觉，城市山林岸。十二因缘，情绪大声呐，十二生命。
修不修万分吉祥。啊，三界多难成三界。护持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成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